赵若兰，英文名字叫做 Lauren， 身高170公分，体重53公斤，三围34D 25、36。那之前在大学的期间，主修是英日文，所以我英文跟日文都可以沟通。那之前在台湾接的活动类型，大部分都是展场记者会接待，还有像是户外的 road show、走秀、婚纱拍摄、平面、外拍，还有广告的部分。那直播方面的经验呢？之前有在台湾接触过线上的博弈直播，还有游戏的直播。那现在呢，也在菲律宾的 Video Racing 担任他们的短期中文主播。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你们合作哦，谢谢。